我失真了，树妹害的。我娘明知道，却还是要她替我嫁给太子。她出嫁前一日，我觉醒了，才知自己是炮灰女配。树妹成为太子妃后，死的第一个就是我。我随便吧，反正都是死，全都毁灭吧，包括我在内，全都去死。零幺，我是丞相嫡女，不日后便要嫁给太子。按照原本的轨迹，我会一路朝着太子妃、皇后的位置走去，成为举国身份最尊贵的女人。可就在昨日，我失真了，我娘将我从青楼捞回来，掐着我的手臂道：“太子不会要一个失去贞洁的女人。”明日就要验身，若你被退婚，咱们宋家全完了。他思来想去，出了个馊主意，宋婉与你有八分像，不如就让他替你嫁给太子。你平日不爱出门，只要学得像些，不会被发现的。宁宁，日后便只能委屈你躲在府中，娘会养你一辈子的。我哭得声嘶力竭，可是娘，就是宋婉害我流落青楼的呀。阿娘的眼眶很红，她死死咬着唇道：她害你之事，娘自会找她算账，眼下先把婚事解决才是大事，你先歇着吧。我攥住她的衣角，苦苦哀求：娘，她这般害我，就该处死，怎能让他白得太子妃之位？我不甘心。那你说该如何？宋家绝不可能放弃太子妃之位，这个位置莫非比女儿的命还重要？阿娘抽出衣角，深深地看我一眼，只道：歇着吧，往后的事无需你再操心。我看着阿娘决绝的背影，心如死灰地靠坐在床角。本以为我今夜会一夜无眠，谁知迷糊间我竟做了个梦。灵儿，我梦到宋婉穿上嫁衣，代替我嫁给太子。他回门那日，我突然冲了出去，对他一阵厮打，都是你害的我，如今像个阴暗的老鼠般不得见天日。如今你已经蒙混过关，该将位置还给我了。宋婉倒退两步，昔日对着我畏缩恭敬的目光全无。他厌恶道：爹娘，庶妹既然得了疯病，就不要再放她出来，省得日后冲撞了贵人，或是说错了什么话，连累了咱们宋家。如今我贵为太子妃，可不是谁都能得罪得起的。昔日宠爱我的爹娘就站在我的身后，他们目光凉薄地看着我，接着吩咐丫鬟婆子将我锁进了后院。没过多久，宋婉推开院门，高高在上地睨着我：宋之宁，你恨吗？明知是我设计害你失真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踩在你头上。自小便拥有荣宠的你，失去这一切肯定很难受吧。他掐住我的下巴，尖锐的指甲嵌入我的肉里。他冷笑道：真想让你亲眼瞧着我成为最尊贵的女子那天，可惜留着你终归是个隐患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敬爱的爹娘吧。毕竟我如今的这一切都是他们亲手捧到我眼前的。他说完，命令身旁的婆子喂给我一杯毒酒。毒发时，我瞧见阿娘就站在院门外不远处，可她神色只是神色悲戚地看着这一切，始终没有阻止。再睁眼，我后背冷汗涔涔，伺候我的丫鬟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，床边站着一道暗红色的身影。宋婉背对着我，正在试穿我的嫁衣，她那张与我有七八分像的脸上满是得意：宋之宁，你醒了，你来瞧瞧我穿你的嫁衣多合身，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般。我喜欢了太子十年，如今终于要得偿所愿了，还真得谢谢你呢。零三，我冷冷地注视着他，我不会让你嫁给太子的。梦中的画面历历在目，虽然我不知是梦还是未来的预兆，但我知道他若真成了太子妃，我的确是没有活路的。宋婉转过头嗤笑了声：宋之宁，你还没明白吗？宋家需要的不过是太子妃这个位置，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人是谁。如今你失去贞洁，就等于失去价值，你认为你在宋家还有说话的地位吗？他说着突然抬起手，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。我猝不及防挨了一下，脸颊顿时红肿起来。宋婉笑得尖锐：你信不信，就算现在我踩在你的脸上，宋家也没有人敢惩治我。他话音刚落，听见里面动静的丫鬟们立马推门而入，然而看见这一幕后，他们默契地对视一眼，又纷纷退了出去。我气得眼眶通红：宋婉，我从未苛待过你，你为何要这般对我？谁叫你生的命好，顺风顺水地过了十五年，如今也该轮到我享受了。你放心，我知道你不爱太子，可我爱，我定会替你与他好好的恩恩爱爱，琴瑟和鸣。他说完狠狠地甩开我，便要穿着我的嫁衣离开房间。我盯着他得意的背影，心逐渐沉了下去。屋子里动静闹得这么大，丫鬟虽然不敢出声，但定会有人去汇报给我爹娘。可都过去了这么久，他们还未出现，想来是默许了宋婉对我的所作所为。多可笑啊，口口声声说着宠我爱我为我好，可却全然不顾我的死活，如今性命都顾不上了，什么贞洁名声全都去死吧。思及此，我突然抱起，一把将宋婉扑在了地上。零四，他似是没料到我会反抗，又或者说他料定我完全不敢反抗，哪怕被我死死压在身下，他也只是得意地笑着，无比笃定道：你恨吗？宋之宁，可是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如今宋家唯有我才能坐上太子妃之位，你若敢动我一下，你在宋府的日子可比我往日要难过多了。他说着高高扬起自己的脸蛋，对我挑衅：来啊，有本事你便也还我一巴掌，但别怪我没警告你。我的脸关系着宋家的荣辱，我敢打你，你敢打我吗？我垂下头，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若是丫鬟看见这一幕，只怕会惊叫出声。昔日端庄温柔的大小姐，何时露出过这么狠厉的神色？但只有我知道，我的内心无比平静，我并没有理会宋婉的挑衅，我甚至没有还嘴。他让我打他，我怎么会打他？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然后慢吞吞地从袖子里摸出自己早已藏好的水果刀，刀锋尖利无比，我对准宋婉高高扬起的脖梗，毫不犹豫无比精准地扎了下去，鲜血喷涌而出浇在我的脸上。
宋婉难以置信地张大嘴，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，只是双手死死掐着我。我眼都没眨，抽出匕首又扎了一刀，这下他连抓我的力气都没了，不甘心道，连眼睛都没闭上就停止了呼吸。我松开匕首坐回床上，天边一点点泛起鱼肚白。宋小姐，宫里的嬷嬷到了，您准备好了啊？丫鬟婆子推门而入，看见这鲜血淋漓的一幕，吓得失声尖叫，抱头鼠窜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林武，丫鬟的惊叫声很快引来了我爹娘，他们这次倒是来得快。待看见房间里这血腥的一幕，俩人接下的脸色惨白，难以置信。饶是我爹，都不禁眼皮子跳动，看向我的目光带着深深的惊惧。我坐在宋婉的尸体旁，面色嘲弄地看着他们。半晌，我爹突然急急上前，他伸出手，似是想甩我一巴掌，但看见我这浑身是血、无比骇然的模样，他的手又顿住。混账，孽女，你怎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？你这是想把宋家逼上绝路吗？我讥讽地扯了扯嘴角，爹爹和娘亲要将我的仇人送上太子妃之位，何尝又不是将我逼上绝路？你……他气结瞪向我，却也无法说出保我这种虚伪的话。我娘回过神，哭得老泪纵横，作孽呀，宋婉一死，咱们拿什么给太子交代？届时交不出太子妃人选，触怒了皇上，你以为你还有活路吗？宁宁，你怎么就如此糊涂？委屈你一人也总比害死宋家所有人好啊。我冷笑了声，可我又凭什么受这个委屈？不过他们说的对，我杀了宋婉本就是为了活下去，可若是皇帝降罪，也是死路一条。于是我冷静道，慌什么，这不是还未曾败露吗？原本要嫁太子的人就是我，便按照章程我继续入宫不就好了？可是你已经失贞，若是被验出来，我自有办法。在这样的情境下，我竟还能勾起唇角笑得出来，但这笑容落在他们眼中便显得无比骇人。我爹犹豫地看着我，当真？我嗤笑了声，起身道，给我洗漱上妆吧。他们看着我笃定的背影，倒有希望地想，或许我当真有办法，却未曾有人注意到我转过身去时目光中是平静的死意。根据我昨夜的预知梦，太子对宋家不过是起利用之心，若非后来爱上宋婉，他原本也是想利用完宋家，自己登基后便寻个由头杀了。我自认没本事让太子爱上我，总归是个死，被宋婉弄死，被我爹娘弄死，被太子弄死，或是被皇帝弄死，好像也没区别了。但我不好过，别人也别想好过。零六，半个时辰后，我在爹娘的强颜欢笑中坐上了宫里来接我的马车。今日非出嫁，而是去宫中验身，但太子还是来宫门口接我了。看见我，他唇角扬起温柔的笑意，道，累吗？待会儿要不要去东宫休憩片刻？我闻言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，太子却误会了我的意思，冲我暧昧的眨眨眼。顾知晓，你不好意思，但这是在宫里，只要姑不说，没人敢嚼舌根，况且你往日也不是没有，不必怕。他说的欲言又止，我却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身为丞相嫡女，我这些年在皇城几乎没怎么抛头露面，因此我爹娘才敢让与我有七八分像的宋婉冒充我。但只有我知道，自己从前可没少与太子私下见面，不熟悉我的人或许分辨不出我与宋婉的相貌，但太子不该。可我的预知梦中，太子明知宋婉不是我，却还是给了他太子妃的尊容。他眼前这般的柔情似水，对的不是我，而是太子妃这个人。我冷冷地打量着太子李浩，说起来，他能坐上这个位置，全靠跟我爹在背地里耍的那些烟杂手段。这些事，爹娘并未瞒着我，毕竟我日后要做太子妃，与他们是一条船上的。我原以为自己不可取代，可如今才知，宋家可抛弃我，太子日后登基，第一个抛弃的仍是我。想到这个，我冷淡地收回目光，道，不必了。李浩愣了下，只觉得我冷淡，便也不好意思强求。他道，也好，但你验完身，那姑早日送你回府。我又摇摇头，不必验身了。李浩，为何？我面无表情，像是说今天中午吃白米饭一般轻松的口吻道，我已不是厨子之身，没必要再验。李浩，零七，他震惊地瞪大眼，你说什么？知宁，你在同姑开玩笑吗？我转过头盯着他的双目，非常好脾气地解释道，并没有，太子殿下，昨夜我被宋婉陷害，被人掳去青楼，已然失身，是矣，你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。李浩，他再次瞪大眼，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，世界都变得混沌起来。他呼吸急促，艰涩道，宋婉，宋婉。我以为他是要问我宋婉如何了，于是我又非常诚实地告诉他，死了，我亲手杀的。李浩，我俩就站在宫门口对视，半晌，他面上震惊的神色慢慢转换为震怒，大胆，你们宋家真是不将姑放在眼里，难道要送一个失贞的女子给姑当太子妃吗？我哦了声，偏了偏头，事到如今，按照纲常来说，我应该理解他的，毕竟世人将女子的清白看得比命都重要，何况他是个太子，但我经历了一遭死亡，且如今还踩在死亡的线上，理解不存在的。于是我讶异道，太子殿下何故这般生气？难道您的贞洁还在吗？李浩闻言正愣了瞬，他连生气都顾不上了，顺着我的话质问，什么贞洁？孤一个男子何谈贞洁？谁规定贞洁这个词就一定要套用在女子身上？既然你自己都非完璧之身，又有什么理由要求臣女呢？可你已经被别人碰过，视为不清白，你认为姑会要一个不清白的女子吗？清白又是何意？我面上的疑惑越来越浓，将目光顺着太子的脸定格在太子的双腿之间，殿下，您所说的清白是指臣女的那处被人碰过，可那处不过是个器官，鱼手脚眼口鼻有什么区别？
臣女的手被爹娘丫鬟嬷嬷碰过，臣女的眼睛看过所有人，照你这般说，那所有的女子都不清白。你，太子气得脸色铁青，胸膛剧烈起伏。他从未听过如此惊世骇俗的发言，自然也不知该如何辩驳。他指着我的鼻子，瞪了我半晌，最终愤愤地甩袖道：“总之，姑不会娶你。你们宋家这般羞辱姑，就等着皇上降罪吧。”08，李浩气势汹汹地往城前殿走。皇上正在那上早朝，他每走一步，都仿佛预示着我离死亡更近一步。我看着李浩决绝狠厉的背影，眼神逐渐阴沉。若非李浩，宋婉何至于陷害我？我又何必受这些苦？如今我死路一条，他却靠宋家当上太子，利用完我，连条活路都不留给我，我怎能不恨？我跟着太子一路走到御花园，期间路过的丫鬟太监知晓我与太子的关系，还以为我俩要私会呢，生怕自己知道的太多，不知何时就掉了脑袋，于是都躲我俩躲得远远的，生怕看见了什么。走到池塘边时，我突然拔下头上的簪子，由于我与他离得太近，且李浩对我并无防备，是以我的簪子毫不费力地扎进了他的后脖梗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李浩难以置信，转过身狠狠地推开我：“宋之宁，你疯了，竟然敢刺杀姑！”来人啊！我这一击虽然刺中，但李浩毕竟习过武，又是男子，我再想补刀已然来不及。我握着簪子，看着他的鲜血越流越多，发了癫的笑起来。李浩的脚步虚浮，强撑着喊人，我根本不想去捂他的嘴，没用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脚步声，李浩撑着桥边的护栏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“宋之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刺杀皇室！你们整个宋家就等着被诛九族吧！无所谓，反正我都要死了，宋家或是你，谁给我陪葬都行。”我已然放弃抵抗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一行人急匆匆地冲了过来。我本以为我会被当场拿下，然而下一秒，一道清脆的女声睁眼说瞎话道：“天啊，太子竟在御花园遭遇暗杀，死不瞑目！杀手跑得太快了，飞鹰，赶紧去追！还有一口气等着获救的李浩。”09，我转头看向来人，竟是皇贵妃许荣。她递给我一个安抚的眼神，接着指挥手底下的人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现场。李浩的血越流越多，已然失去了挣扎求救的力气，他只能不甘心地朝皇贵妃爬去。然而皇贵妃就站在原地，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幕，直到李浩的鲜血流尽，再也没有气息。皇贵妃递给丫鬟一个眼色，接着惊天动地的尖叫声响彻了整个御花园：“救命啊，有刺客！”半个时辰后，我与皇贵妃跪在城前殿前，我目光呆滞，不动声色。皇贵妃满脸惶恐，声泪俱下：“事情便是这么个事情，皇上，这刺客太猖狂了，若非臣妾赶到的及时，宋丞相的千金怕是也要遭遇毒手。您瞧瞧，小姑娘都吓坏了。”皇上脸色铁青，坐在大殿之上一言不发，唯有皇后哭得声嘶力竭，质问道：“怎么可能，光天化日，又是在御花园，哪个刺客有这般大的本事？况且凶器分明是宋小姐的簪子，关刺客何事？”据御花园的丫鬟太监所言，他们只看见了宋小姐，并未看见刺客，本宫如何信你的话？皇贵妃毫不畏惧地回视皇后：“娘娘，您的意思是宋小姐杀了太子殿下是吗？”皇后：“她倒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想也知道，我一个弱女子怎么有那个胆子光天化日的刺杀太子，不要命了吗？况且我不日将要嫁给太子，成为太子妃，若太子死了，我的太子妃位置不也没着落了？所以她合理怀疑是皇贵妃的阴谋，最大的获益者不就是她生了五皇子吗？”十，从城前殿出来，皇贵妃淡淡地跟我道了句：“你同我来。”我哦了声，跟在她的身后进了她的寝殿。皇贵妃遣散了所有下人，他们刚一走，他便啪的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：“贱人，竟敢利用本宫！”我捂着被扇红的脸，抬起头迷茫地看着他。皇贵妃冷笑了声：“在本宫面前就不必装了吧，你当真以为本宫不知道你是故意趁着本宫在的时候对太子动手的？我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是真的打算干完这一票就去死？”皇贵妃似乎也不想听我解释，她冷着脸用帕子擦了擦手，然后递给我道：“不论你是出于何种目的刺杀了太子，但这一举措的确深得本宫的心。要知道本宫这些年派了多少杀手都没能弄死那个小杂碎。”我，这是我能听的吗？皇贵妃似乎也不怕能不能说，她接着冷冷道：“太子死了，皇后那个黄脸婆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这件事我且替你处理好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查出是你动的手，但投桃报李你也得替本宫办事。”我终于有了开口的机会：“什么事？”皇贵妃睨我一眼，仿若施舍般道：“嫁给我儿五皇子，说服你爹助我儿坐上这太子之位。”我，十一，我揣着手无语地望着天。好消息，想要弄死我的宋婉和太子都死了。坏消息，如今皇贵妃捏住了我的把柄，想让我嫁给五皇子李煜。李煜其人，阴险狡诈，风流成性，妻妾成群，最重要的是他体型肥硕，有三个我那么胖，我若是嫁给他，恐怕要被压死。我不想嫁，于是我诚实道：“娘娘，我非处子。”皇贵妃瞪大双眼，嫌弃的上下打量我半晌，她咬了咬牙：“真令本宫恶心，既如此，正妃的位置你就别想了。若不是你有这个家世，就算嫁给我儿做妾室，那也是攀了高枝。”我不想辩驳，只道我不想嫁。皇贵妃怒了，拍案而起，呵斥道：“你一个失贞的女子，有男人肯要你就不错了，我儿可是皇天贵胄，日后是要做太子的人，你有什么可挑的？我看你是活腻味了。”她说完抬手换来两个嬷嬷。宋小姐未免不识抬举，
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嬷嬷心狠手辣，会不少阴司的手段。不消片刻，我便疼得脸色惨白，蜷缩在地上，已然是冷汗涔涔。皇贵妃挥手遣散嬷嬷，朝我走来，居高临下的问：“这下可满意了？让你嫁便嫁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你若再敢拒绝，本宫就将你刺杀太子的事说出去。你以为你还能活得过今天吗？”我抬起头，面无表情地看向他。我其实不懂，为何人人都想要我的命？我嫁给太子，宋婉想我死；我失贞，太子想我死；我不肯嫁死肥猪，皇贵妃想我死。想要活着，怎么就那么难？皇贵妃慢慢地朝我走近，小贱蹄子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莫非你对本宫的话？他这番话还没说完，我突然跳起来，解下腰间的腰带，死死地勒在了他的颈间。十二，勒死一个人需要多久？我不知道。我双目赤红，所见之处，只见皇贵妃死死挣扎，眼球抱起，想要呼救，却连半个字都发不出，一切都那么的平静。半晌，他的双手无力地垂下，已然没了气息。我脱力地松开他，将他的尸体踹到一边，靠坐着柱子喘气。杀了这么多人，我已经对尸体免疫了，尚且能够冷静地思考我如今的处境。思来想去，我得出结论，我如今估计也只有条死路了。这是在皇贵妃的寝殿，又只有我与他俩人。他死了，没人替我编造什么刺客的谎言，况且我手上的勒痕还历历在目，傻子都知道是我干的。可是我一点都不怕，或许是早已做好了死的觉悟吧，能搞死几个倒也挺爽。我想着想着，竟是笑出了声。我坐在地上静静地等死，我猜想等会儿便有人推门而入，瞧见尸体惊叫出声，然后我就被审判，然后就被砍头。砍头是什么滋味？总归比被勒死好吧，反正也就痛那一下。我在脑海里设想了无数种可能。终于我听见门外匆促的脚步声，我的心里终于有种类似于解脱的快感。我甚至还自己与自己打赌，来的会是谁呢？是方才打过我的嬷嬷，还是领我过来的丫鬟？然而我万万没想到，推门而入的人竟然是皇后。她看见皇贵妃的尸体以及靠坐着柱子正笑得仿佛失心疯的我时，居然没有吓得惊叫出声，而是非常冷静的转头对自己带来的嬷嬷道：“看好这里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不准让任何人进来。”我十三，皇后手底下的人命应当是比我多的。我看着她十分冷静地走进来，关门，然后探了探皇贵妃的鼻息，接着冷嗤道：“死得好。”她做完这一切，才直直地看向我，待看清我脸上的巴掌印，以及胳膊上的淤青时，她了然地点点头：“别说是你，就算是本宫，有时候都忍不住想杀了她。你倒是做了本宫一直想做的事。”我，她似乎也没指望我回答，在她的眼里，我此刻双眼通红，仿佛受惊的小鹿，应该是被吓坏了。皇后甚至安抚地朝我笑笑：“别怕，本宫第一次杀人时，也如你这般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作恶多端，早就该死，你不会遭受报应的。”我，皇后继续道：“想来他召你入他的寝殿，是为了五皇子的婚事吧？如今我二太子死了，五皇子想登基，可不就要借助你爹的力量吗？不过五皇子那副尊容，你会拒绝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不过本宫倒是没想到，他竟有那么大的胆子对你动用私刑，也没想到你竟敢杀了他。”我，不得不说，皇后不愧是宫斗冠军，猜的倒是八九不离十。皇后踢了踢皇贵妃尸体，面上是满满的恨意：“贱人，别以为演得好，本宫就不知道是他杀死了太子，本宫正愁如何报这个仇呢，你便替本宫了了这一桩心事，想来你对太子也是情根深种吧。你放心，在这个宫里想杀个人难，但想保个人还是挺容易的。”我终于回过神，听清楚皇后这话里是什么意思，我沙哑着嗓音：“娘娘。”皇后抬手道：“你无需多言，本宫知晓你感动，回家去吧，今日就当你未曾来过这里，之后的事自有本宫料理。”我十四，我刚回到宋府，爹娘便满脸期待地迎上来：“怎么样，事情解决了吗？”我点头：“解决了。”俩人长舒了口气，放心道：“解决了就好，解决了就好。”我爹说着要来拍我的肩膀道：“为父就知道你是最聪明的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讥讽地笑了笑，躲开他的触碰，接着语出惊人道：“我把太子解决了。”俩人齐齐露出震惊的神色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把太子解决了，这话是何意？”字面意思。我话音刚落，太监随之来到宋府，对我爹道：“太子轰了，如今宫中乱作一团，皇上命您进宫商讨事宜。”我爹，他临走前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目光惊惧，像是在看什么活阎王。等他走后，我面无表情地转身看向我娘，他对上我冰冷的目光，吓得倒退两步，脸上浮现出讨好的笑容：“宁宁，你辛苦了，娘去命厨房给你做些好吃的。”言毕，他便如脚底抹油，一阵风似的跑了。我嗤笑了声，回到房间，从头到尾洗了一遍后，倒在榻上睡了过去。按理说，我杀了这么多人，应该是睡不着的，但我本着多活一天是一天的想法，反正都这样了，不如吃好喝好。若是以前，我定要和我娘一起担忧的，毕竟我爹牵系着全家的荣辱，但如今我连问都懒得问，随便吧，爱怎么怎么，全死了也好。十五，傍晚宫里来的太监请我进宫，承前殿内我爹和一众内阁大臣跪了一地，皇帝皇后等人都在，脸色俱是难看。皇帝压迫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：“宋之宁，你将你早晨进宫起所有的事全部同朕说一遍。所谓天子一怒，压迫性是极强的，但我连死都不怕了，还会怕皇帝？”于是我说起太子之死时的言论，是皇贵妃给我想的说辞，自然滴水不漏。说起皇贵妃，又是皇后给我想的说辞，更是毫无破绽。
再加上我面无表情，语气淡定，一副全然事不关己的模样，示意皇帝并未怀疑。皇后递给我一个赞赏的眼神，道：这皇贵妃定然是杀害了太子，怕您查出真相畏罪自杀，毕竟只有这样才死无对证。皇上，您可要替太子做主。皇帝点点头，对我道：你先下去，这就没我事了。离开承乾殿还未出宫，我突然眼前一黑，竟是被人捂着口鼻迷晕了过去。再睁眼是被一桶冷水泼醒的，三皇子李煜坐在我面前，肥硕的身体居高临下的睨着我，脸上满是阴沉的怒气。我心中发紧，心想莫不是杀了他娘的是被知道了。转念一想，那我早晚都是要死的，突然就又不害怕了。三皇子开口了，语气居然称得上和颜悦色：宋小姐，你别怕，我请你过来不是想对你做坏事。我很难相信。他脸色黑沉道：我的母妃定然是皇后害的，我绝不相信什么畏罪自杀这种话。那日你同我母妃走在一起，宋小姐，只要你愿意出面作证指认皇后，我便许你太子妃之位，你看如何？十六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又是太子妃之位，每次跟我提起这个位置的人，最后都没从我手底下活下来。或许是我的眼神过于冷静凉薄，李煜以为我要拒绝，他怒了，起身一脚踹在我的心口，我顿时翻倒在地，喉咙间一阵腥甜。李煜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，不过是说几句话的事，你也不愿意吗？要真坐实了我母妃畏罪自杀的事，那我的太子之位怎么办？宋之宁，你必须要帮我，否则你今天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他的眼里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决心，我太熟悉这种目光了，因为说起破罐子破摔，我也算是鼻祖了。我现在已经对死这件事有点应激了，谁要我死，那他也别想好过。思及此，我叹了口气。李煜愣了下，你叹什么气？我撑着地面站起来道：你说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活着呢？李煜皱起眉头，你想活那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否则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只见我以十分迅猛的速度跑到了一边。这是对方，小到我趁着三皇子还没回过神的功夫，便三两步跑到一边，将用以照明的油灯打翻在了干草上，顷刻间大火烧了起来。我站在明灭的火光中，朝李煜笑得像活阎王。李煜，十七，我反正是不想活的，但李煜不想死，于是他肥硕的身体拼了命地往仓库外面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喊救命。反观我站在一边，任凭火舌逐渐席卷上我的裙角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惊叫声：来人啊，起火了，救火呀！李煜艰难喊道：救我，救我！太监们听见他的呼救声了，于是立马冲进来要救人。我离门口近，又已经昏迷不醒，于是他们将我救了出去。至于里面的李煜已经没声音了，估计是晕了吧。太监们不敢进去，于是都很默契地假装不知道里面还有人。半个时辰后，我悠悠转醒，对上皇帝、皇后、我爹等人急切的目光。我张了张嘴，刚准备开口，便被呛得脸色通红，说不出话。皇后递给我一杯水，关切地拍了拍我的后背：没事，说不出话来便不说。我问什么你点头或是摇头就行。我点点头。皇后问我是不是三皇子将你掳过去的，我点点头。皇后立马站起来，对皇帝痛心疾首道：皇上，您看臣妾说的果真没错，三皇子就是眼见事情败露，绝望寻死，又觊觎宋小姐美貌，嫉妒太子能娶到如此贤妻，是以心存报复，好在宋小姐没出事。皇帝脸色很难看，半晌他冷声道：朕知道了，日后皇贵妃与三皇子的死谁也不许再提。我十八，我和我爹一起回到宋府后，他就火速跟我娘回了院子，似乎在密谋什么，但我不在乎。之后的时间里，宫里忙着处理连死几个人的事，我过上了从前那般悠闲的日子。太子下葬后没多久，突然有天我接到了一道圣旨，皇上念我与太子年少情深的份上，命我去远在江南的寺庙给太子祈福，什么时候回来没说。我面无表情地接过了圣旨，一抬头看见我爹松了口气的神色。哦，这个提议估计是他跟皇帝提的，但无所谓，圣旨下派没多久，我娘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收拾了东西送我出门。我离开那日，皇后给我送了许多赏赐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金银珠宝。除此以外还有两支精锐部队护送着我去江南，说是去寺庙祈福，但我并不用日日吃斋念佛住在寺庙，而是住在江南皇帝皇后给我赐的一处府邸内。我临走那日，其他贵女都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，看起来赐了一堆宝贝，实则就是将她永远囚禁在江南那地方啊，日后再也回不了京城。啧啧，眼看着马上要做太子妃，却沦落至此，真惨啊。宋之宁这辈子恐怕都翻不了身了。我最后看了眼皇城的天，上了马车，他们只当我伤心欲绝，却不知我把这辈子难过的事都想了一遍，才没让自己当场笑出声。从此天高任我飞，不用提心吊胆的感觉可真好。全文完。